这个呢，它是非常亲肤的针织毛衣。先介绍一下它的厚薄度呢，大概是落在满分五分，大概是三分厚左右。然后呢，它是可以盖到一半的屁股，完全不会刺刺的，非常的柔软，而且它还有一点点团领的感觉。杏色，杏色，你们看一下，看这就是我的颜色。这是你的颜色，对啊，都实心讲。这是我平常的色系就是怎么样。裙子你们一定要喊到爆了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这一个呢，它是那一种蛋糕裙，然后它的材质呢是有一点绒面，对，绒面，有点绒面的感觉，然后它是松紧腰，S 到 XL 都可以穿。Okay. 然后呢，这一件呢，它我觉得没有到非常的长，对，因为我穿起来的话还在我的脚踝以上，它这边有那个细百褶哦，它这边有细压褶，这边有细压褶，然后是这样三层的。还蛮可爱的，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个呢是杏色，它就还有咖色跟黑色，S 到 XL 都可以穿，然后它摸起来非常的舒服，没有内里哦。